你其实不用每天起这么早给我买早餐的，我可以去食堂。没事，我起得早，不想去排队。那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呀？我觉得你这精神状态都不好。没有，等你的时候有点无聊，靠了一会儿，没睡着。 林夕，你最近怎么这么黏我呀？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就是舍不得你。你有什么舍不得我的？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我决定不了每个人的出场顺序，走到一起。